在早期天主教的传教士到中土之后，为了敬孔祭祖，福音的传播和中华文化的礼仪之争长达300多年之久，一直到教宗闭月十二世在1939年才取消禁令，并且在1965年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确立本土化。那后来经过于斌枢机的倡行，在1971年第一次在师大附中的大礼堂举行祭祖典礼，从此以后在华人的各个教堂祭祖，春节的祭祖就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礼仪。